广受消费者喜爱的三星相机礼上市了。三星商工所今天对外来发布这项好消息，同时也强调，除了实施果园评鉴之外，今年更推出了保证甜度十一度的标章，让消费者买得放心，吃得安心。三星夏季最受欢迎的农产上将梨，农会在今天对外宣告正式上市了，并且邀请来宾一同举行上市检梨的仪式。梨五三星上将梨采收上市，3、2、1，请用检。山好水的所在。所以咱在今仔日这么好的一个气候，这么好的时间点，来推出到咱三星地区哦上将来的上市发表记者会。啊，今年来啊，在咱来啊农用心的照顾管理之下，哦是非常品质，非常的优秀，啊非常的哦稳定。今年咱三星上将来除了原有的哦黄金防水。国家新嫁接成功的一个叫做秋红的品种，啊，这个品种的甜度比原有的红水更加好，啊，外观嘛更加水，口感更加理想。三星商将里经过8个月的细心栽培，除了有药物残留毒检测的层层把关以及果园评鉴之外，今年还特别推出了保证甜度十一度的标章，要让消费者买得放心，吃得安心又开心。今年咱三星地区农会设出了一个保证甜度11度，而且甜度的一个保证，要让消费者知道讲，这些梨啊，经过这些梨农多年哦的管理，啊，甲用心的栽培之下，咱伫1903年哦，因为田间安全管理的认证，啊，造成今年1904年，咱梨的品质再次的提升。哦，三星的梨啊，今年。我挂着保证，也是11度的甜度。今年三星上将梨依等级及棵数与大小，从3台斤到6台斤以上，价格从300元到1300元不等，欢迎民众预定。而另外，三星地区农会也推出了上将梨果酱，并且配合时令生产，规划各项的农业旅游体验行程，而且青葱文化馆也有上将梨果的品尝促销。宜兰新闻记者许世民采访报道。